但你得为人家想想。我答应你，暂时稳定下来，立刻给你们完婚。爹，谢谢你。不早了，你快去收拾收拾，明早出发。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带我走？那是战场，太危险了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你毕竟是女人。女人怎么了？彭旅长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也上过战场的，我还救过你的命呢。是是是，你了不起。那个时候你是我的护士，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现在你知道吗？你将是我的妻子了。爹已经答应我们的婚事了。我不能带着老婆一起去冒险吧？锦衣，你在这里安心等我。战局一旦稳定下来，我马上回来娶你。啊！见枪如见人。那我就把这当聘礼了。嗯，这聘礼还真不错，关键时刻还能拿来防身。特殊时期，特殊对待吗？这颗子弹吗？记得，你差点用它崩了我。这颗子弹是你给我的，我现在要你替我保存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亲手把它还给我。好。今天晚上你别走了啊。今天晚上你留下来吧。